大家好，我是 Faith，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《一生敬拜你》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呢，很轻很轻，很飘很飘，好像要飘到很远的感觉。这首歌呢的vocal range 也不是很大，最低音是 C， 最高音是 D， 所以不是很大，九度。然后我们试一下了，一开始我们也是要放在北半球啊。轻轻轻轻，亲爱耶稣，你真爱我。好了，耶稣这突然之间低了五度，所以不要耶稣，不要这样子，耶稣，亲爱耶稣，你真爱我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，因你生命，我回到父神面前，这样点和应许中敬拜。然后呢，这个八度，这样子。也是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讲是困难的，如果是困难的，我就建议你们开唱的时候可以这样子，这样子就是练习你把那个音头放在前面，不要那不是这样，这样子。好，试一下。哦耶稣，哦耶稣，你是愿我向你歌颂。哦耶稣，哦耶稣，高举双手，诚心敬拜你，我要一生。在你丰盛恩典中，我欢欣歌颂；在你救恩盼望中，我领不住快乐。全都是在北半球。然后呢，其实这些歌呢，你要感情方面，我等一下再讲。如果你有后background vocalist 的话，不是你一个人唱，你可以你自己唱，哦耶稣，然后后面的耶稣耶稣耶稣，你是由我向你歌颂，哦耶呼呼呼，其实是这样子，但是你哦就是这试着你那个音。哦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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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呢这个一句里面就已经有八度，高是低音的低，拜是高音的低，所以呢一开始唱这一句已经要把位置放到高音的低哪里了，不要想着是高高举双手唱圣经拜，那就很辛苦，唱不了。高举双手唱圣经拜你，这样子。然后这里呢要重一点，一声一声，我要一声一声敬拜你，再轻一点。在你殿中赞扬你永美，我炸了一个音，永美是炸了一个音。在你丰盛恩典中我欢欣歌颂，可以歌颂，我也是炸了一个音，要不然的话我们可以
恰有另外一种，在你风声暗淡中，我欢欣歌颂。如果做得到的这个更好，好像整个敬拜都在这个层次上面，是在灵里面敬拜的感觉。歌颂，在你恩典盼望中，我能不住快乐。这个是更热更跌起来的，所以一定要 background vocalist 去唱的。然后再回到耶稣，其实你可以分哦，如果你要唱耶稣也要唱扩音的话，你可以分两个层次。第一次就是哦耶稣耶稣哦耶稣耶稣，然后第二次回到副歌才哦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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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如果能够唱到那些高音的话，就给人一种很飘的感觉，是很好听，然后还有好像大家都敬拜的另外一个层次一样。如果能做得到也可以试一下。然后回到副歌啦，唱到最后如果你我拧不住快乐，你看你怎么去收了。如果是这里就收的话，快乐就要渐逐渐的变小声音。如果你又回到副歌高举双手诚心敬拜你，然后才收也可以啊，两种都可以，就你自己跟敬拜队去配合起来，看看哪一个比较好哦。好了，这首歌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大家都喜欢我的片，麻烦大家都给一个 like， 还有呢就是 share 出去。如果大家都喜欢的，也麻烦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因为在如果你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的话，当我有新的片，他们会立即的告诉你，然后不会错过每一个片段了。然后也麻烦大家 like 我的 Facebook 啦，也请大家支持我的 Patreon， 下面有一条连结，就是按到哪里就会找到我的账号。Patreon 里面呢，我有一些片是特别介绍我们唱歌发声的基本概念，还有基本应该要认识的东西啦，还有就是怎么样去呼吸，怎么叫呼吸，唱歌怎么去project 我们的声音，还有我经常讲把头分成两个北半球跟南半球，里面会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分开。还有呢，我还有一些片就是讲那些流行剧，还有一些艺术歌曲，还有 musical 啦，或者是 opera 里面的 aria 啦，还有就是皇家音乐学院里面的考试的曲目，或者是演奏级的曲目都有。所以就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还有 share 出去，谢谢大家。